鉴于原则。这边送1000钻石，等我一下。反正想打一把。这个游戏其实我玩一段时间了，我现在觉得说最重要的还是，这是故意的吗？为什么现在的老手那么多，然后故意放三只？那是想让自己叠分数吧？不知道怎么有什么用意啊。谁？没得遗憾。最重要的是只有的合成吧。对啊，像我们现在这样。所以其实你要练什么，不是你可以决定的啊。我就按照他的那个来决定吧。我好想看这个第一名的装备啊，可他不放啊，这么怕啊。老铁也讲了。好，所以想他的装武啊，他的装备，专属装备。那这个他的专属装备技能是这个全新产品啊，就是我们可以有这个额外的能量水。为什么会有这个？就是说字太多嘛，哈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铸金摇铃吧？对啊，铸金摇铃。